今天罗斯福大道999花城有开了，这还有他们有一个著名的豆花城，因为这里是我们邻居嘛，就在对面，所以来拍一下。福州人就在家，福州人对。你好，开了哈。啊你好。冬瓜在这边。那蟹子，啊，狗。那平常我都在这里订花的。这里都是对，这样样子都是，这个那边不是，那个是短的，哦，很短的。那你这个长头发到底有怎么长？这样长，我可以长了，因为这么短。这个，越来越多的店开了，好事好事。是罗斯福大道。今天是比较晚的，因为刚才在沃律师那边谈啊谈啊，就谈的时间比较长。平常我们一般都是3点钟就离开法拉盛了，现在好像差不多5点了。这个也开了。好，反正停车场在这里。停车场在这里了，好，拜拜。